泡酒啊，峰哥，大补啊！个屁呀！他跟子墨姐都分了，嘿。哪壶不开提哪壶。哎，峰哥，我有办法让你跟子墨姐和好。 子墨姐，我就知道子墨姐肯定对这玩意儿感兴趣。耶，真有你的呀！怎么样，你这科学家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章鱼吧？峰哥，你在看什么呢？那俩灯泡也忒亮了。哎呀，走走走走走，别别别别别！ 晚上想吃点什么？手拿干。这条章鱼太不寻常了，它不是一条普通的章鱼。你打算怎么处理它？我把它送给你做研究，怎么样？换你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吃个饭，要不然我就只能把它给卖了。卖了，不能卖。 我就纳了闷了，我看你关心这条章鱼比关心我还多，你心里就只有研究，我还比不上一条鱼吗？这条鱼到底有什么秘密啊？啊！你怎么这么多废话？我可警告你啊，先别急着卖，无论谁找你出多少钱都不行，听见没有？听见了，听见了。
service, you know! Where is it? Tell me! Any idea why they kidnapped you? Zhenabo's are permanent. Old friend. Let's get going. Can't hang around. Come on. You have work to do. 几千个实验样本全跑了，好好的网子怎么会破洞呢？子墨姐，报告出来了。所有的样本显示， 里面都有一组相同的DNA排列，这太不正常了。伤痕模拟怎么样？海洋动物研究的朋友模拟了渔网上的断口残留，海洋里根本没有这么大的生物数据。难道真的有水怪？能肯定吗？海底能见度低，子墨他们没太看清。不过单从伤口的痕迹来看，无法推断是什么生物。 声纳检测系统全部开启，这次一定要找到他。是。快！你们有什么资格进我的实验室啊 ？Get out！ 林登有事找你。哟，谁又惹我们大科学家生气了？嗯？请你离开。 我这里不欢迎你。变异基因不是我研究的项目。我的好师妹，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嘛。消消气。现在只是先研究变异，再研究抗疫，换个顺序而已。我可是听说实验的样本都丢了，难道你想就此放弃吗？恐怕除了我之外，没人再能给你提供这么多样本了。 想好了打给我。哦，对了，听说少峰抓了个大章鱼，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给我的好师妹准备个大样本。是。<笑>不好意思啊，菜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你说这家伙是？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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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客人呢？被赶走了。哟，林董啊，是什么风把您给吹到这儿来了？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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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一起吃点。别客气，吃点。来，哦，你们有钱人怕脏了手。
景色不错啊，这间破餐厅也值不了这么多钱吧？哼哼，你误会了，我要的是章鱼。章鱼？章鱼有啊。 要多少有多少，您一电话，我亲自给您送上门。这些钱是你开一辈子饭店都挣不到的，相信我，在这个岛上没人出价会比我高。哦，您是想要我那条网红章鱼吧？不行啊，那可是我的镇店之宝啊！哼，少峰。 哎呀，自从抓了这条章鱼，你居然天天往我这儿跑，真不知道是该高兴呢还是伤心呢。林总是不是来找你了？是啊，他居然拿了一箱子钱要来买我那条鱼。你卖给他了？那怎么可能啊？我还指望他跟你吃一顿烛光晚餐呢。能不能正经点儿？昨天海滩的袭击事件你知道吧？嗨，这海里游泳，遇到突发事件，有人失踪了，这不还在调查吗？我发现附近海域有异常的情况。 放心吧，新鲜的，来。怎么样？不错吧？嗯，来干杯！干杯！子墨姐，印又出现了，这是我们检测到的卫星图，它在移动，立刻找到它移动的海域。 031到043，具体位置是爱情湾海滩附近。爱情湾海滩，峰哥餐厅。我出去一下。
这是。 目前状况不明，警方已经呼吁不要靠近海岸，大量游客纷纷离岛，本台将持续跟踪报道。 少峰，你不要担心，我把房子卖了，替你去还债。我宁肯自己去坐牢，我也不会让你把你房子卖了。 少峰，我会陪着你的。
王仁章，注意点安全。放心。救命！总裁，总裁，救命啊！救命啊！ 你这又是何苦呢？早卖给我不就没事了吗？哼！他就是你的克星，让我来帮你解决他。哈哈哈哈哈！快快快，中船！ 少峰，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问你话呢？房子不用卖了。我们不是说好不卖的吗？章鱼重要还是我重要？为了一条破鱼，你至于吗？你知道把章鱼卖了，后果会多严重吗？ 不是一条普通的章鱼，那条章鱼和袭击你餐厅的不明生物有种必然的联系。荒唐！真他妈荒唐！让我眼睁睁看着一头别墅搬到贫民窟去，看着我两个兄弟胡子刚才开着船要去海上捕鱼，我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过吗？我得多自私啊！你卖章鱼就不自私了吗？那条破章鱼就是个扫把星，它高多倾家荡产。 钢子，钢子起来！有鱼，钢子，有鱼，有鱼！啊，快点！好多鱼啊！快来，好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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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你和兄弟之间的感情，我知道你很痛苦，我也很难过。我两个兄弟的死跟我抓的那个章鱼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之前担心的事情。 全都发生了。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和海底的大怪物有关系的话，能不过你我，整个岛上的人都会有危险。我一定会为他们报仇的。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去找出真相。 立刻打开海底所有的声纳系统。好。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还没想好。 你有潜力成为一名出色的女科学家，来我公司吧，我保证给你配备最优质的科研设备。谢谢师哥的夸奖，不过呢，我的研究方向是抗抑郁研究，而你公司主攻的是生物基因，方向不同，我再考虑一下吧。随时期待你的加入。 小家伙，没想到你还能自我修复伤口。子墨姐。
根据沉船和餐厅被袭事件，还有胡子刚子尸体上留存的不明袭击物 DNA 对比小章鱼的 DNA， 四组基因数据显示，海底不明生物与这条小章鱼是母子关系。根据染色体端粒长度，大章鱼的年龄大概在75岁。普通章鱼的存活年龄是3到4年，如果活到75岁，是什么原因变异？露娜，最早的核泄漏事故是在哪一年？可以完全排除是核辐射变异的可能性。小章鱼的身上并没有任何放射性元素。人类有记录的 DNA 研究也只有60多年，难不成在这之前就有人研究？事前发布了重大消息，负责人宣称对人类基因变异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成果，而这个成果的商业价值不可估量。Sure. Hold on. Box. Boss. Found the cord.全世界都在等我们的试验成果，我们正在改变整个世界。人类最伟大的生物科技帝国已经诞生了。一个违背了科学伦理道德的公司，最终会被世界所唾弃。你们在毁灭世界。 No. 我们的变异基因会让人类变得更强大。疯狂，要么庸俗。生物的进化本来就是变异的过程，我只是走了个捷径，提了点速而已。最近的捷径往往都是错误的。Charles， Ling， Where are you？ 盖尔，你什么意思啊？
变异基因的研究成果就在我的电脑里，到时候你能获得一大笔钱。你现在拿枪指着我的兄弟是什么意思？不啊！啊！You've been keeping secrets from me, Lin, and I can't trust you. I've seen far too much. I don't want any of your money. I want to know about this experiment. Now, what is it you have to say for yourself? Okay, okay. 现在都听你的，你说了算。师哥，嗯，你最崇拜的人是谁啊？我祖父。我爷爷当年要是成功了，就没地恩之父沃森什么事儿。介绍，快把报告给我。说你有艘快船，我出双倍的价钱带我去个地方。过来了，进来快点，我们赶时间呢。啊，好。Explain this. 竟然是你！你为什么这么做 ？She got paid a pretty penny. 秦仲，秦仲 ，trust me, trust me, 秦仲。What the fuck is this? Do I look like a big moron to you? Okay, 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但你要让他从我的眼前消失。Okay.Take her to meet her maker. 将军，将军，你不能过河拆桥啊！将军，将军，我就允许背叛。这些照片是我爷爷留下的。爷爷当年是留学德国的生物博士，后来被迫跟随自己的导师，参加了纳粹的变异基因军事研究。他们想让自己的军人变得更加成熟和强大，研究一直是秘密进行的。随后他们在一系列海洋生物上进行研究，但是都失败了。当时有一条被注射后的小章鱼意外逃脱了，还来不及等候结果，二战就结束了，这个军事研究基地也就被纳粹废弃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找这条章鱼，只要捕获了它，和世界做对比，就能证明当年的试验是否成功。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找另一半。另一半竟然在你手里。Do you remember your kidnapping? Any idea why they kidnapped you?To not bother with permanent. Why? What did they want? Old friend. Let's get going. Can't hang around. Come on, you have work to do. So, are they this up? Suspected you. Time to get a hold of that reagent. Full speed ahead. Bring up the little octopus. Everyone.Aim your weapons at the surrounding of the little octopus. Throw him into the sea. 不要！啊！将军，不要！少峰，怎么？我爱你，三分钟一定娶你。啊！少峰，少峰，少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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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eneral, over there. Zimo, 对不起，我真的尽力了，但是我没能救到那个小章鱼。他们之前真的没有伤害过人。但是人类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贪婪的欲望。盖尔的野心比灵动大。灵动只是个科学怪人，但如果真的要盖尔这种变态拿到变异基因的话，人类就真的完了。General, Octopus is coming.Abandon the ship and bring the octopus DNA. We must find a way to stop them. Let's go. Let's go.天岁，当年法西斯战败后，就将下面的出口炸毁了。要通往军事基地，只能从这个洞口沿着隧道走下去。Let's go。
安妮，你一定要活着出去。Take a break. You and you stand guard. Monster. How can you be so far inside of pain?
Lin, find the syringe. Doc, prepare the test. Everybody, prepare to battle the monster. The time has finally come. We fight to the death! Now move! Yes, sir! Hurry up. I'm gonna bomb this motherfucker. I fought it! This is it. The day of reckoning that will change the fate of humanity forever. Doc. Impossible! General! Fucking lied to us! You motherfucker!
别管我，你们走吧，一起跑吧。Come on, beast! 怎么，你
先拿着石剂，沿着图纸上的逃生通道，赶快逃到山洞外面去。啊！不要！我去想办法引开盖尔，拿到他手上的起爆器，我必须要阻止他。我和你一起去。你放心，我一定会到山洞外面找你的。快走！师父。Final test, and use the real reagent this time. Then don't hurt him, please. Right now! Results. I'm running out of patience. Okay. Give it to me!
妈妈，爸爸说小章鱼救我们的故事是真的吗？走，咱们回家喽。